四月七九拜六，四月七十礼拜。嗯，啊，这个算这两天哈、哦，拜六下中早起来报道，啊，下晡食饭了，头两点开始哦，咱就有一工半的课程哦，啊，就来引导人来画图，啊，引导人来了解我拄则所讲的画图，唔是专业的代志，画图是众人的代志，啊，尤其这老大人的记忆内底有一部台湾小可悲哀啊，真啊真坎坷的这个历史，那教科书拢无，伊也当来画出来，迄不但是家庭史。而且也是社会事，所以这是我足期待、足关心的代志。哦，这这题。